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健身入门节目。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运动心率区间燃脂与提升心肺；二、自由重量与机械训练优势与选择；三、运动动态平衡提高协调与稳定性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运动心率区间燃脂与提升心肺。 好的，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话题——运动心率区间。这不仅是健身爱好者的日常茶余饭后话题，也是那些想要减肥却又不想放弃甜甜圈的人们的梦魇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心率区间这个概念。简单来说，心率区间就是你的心跳速度，它可以告诉你在运动时你的身体处于什么状态。一般来说，这些区间分为几个部分：热身区、燃脂区、有氧区。 无氧阈值区和最大心率区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燃脂区。这个区间大约在你最大心率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之间。传说中，这是你能够最大化燃烧脂肪的神奇区域。但这里有个小秘密，虽然在这个区间运动的却会让你燃烧更多的脂肪百分比，但总体燃烧的卡路里数量并不一定比高强度运动来的多。所以， 如果你想吃掉那个甜甜圈，又不想让它在腰间留下印记，你可能需要更高强度的运动。接下来是提升心肺的部分，这通常指的是有氧区和无氧阈值区，大约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的最大心率。在这个区间运动，你的心肺功能会得到提升，你会发现自己不那磨，容易在爬楼梯或追公交时喘的像条快要上岸的鱼。有趣的是， 很多人在健身房里像是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，不停地检查他们的心率手环，生怕自己的心跳一不小心跳出了那个神圣的燃脂区。但实际上，最重要的还是整体的运动量和持续的健康饮食习惯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在跑步机上汗如雨下，心跳如鼓刀，不妨想想这个小故事。有一个叫做燃脂区的地方，它可能不是燃烧脂肪的唯一答案，但它绝对是一个让你感觉自己在做点什么的好地方。 而当你的心肺功能变得足够强大，或许你就能在不喘气的情况下讲完这个故事了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自由重量与机械训练优势与选择。各位健身爱好者、铁杠哲学家以及那些偶尔迷路走进健身房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自古以来就困扰住健身界的哲学问题：自由重量与机械训练到底哪个更胜一筹？首先，让我们来谈谈自由重量。 这是指那些不附加任何导轨或限制的设备，比如哑铃、杠铃、壶铃等。自由重量的优势在于它们能够模拟真实世界的动作，因为在真实世界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动的，除了你的旧爱和学生贷款。自由重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协调性，因为你必须自己稳定重量，这就像是在健身房里玩高级版的不要让杠铃掉下来游戏。而机械训练则是那些有着导轨。 杠杆、拉绳和各种可以调节的座椅的设备。这些机器的优势在于它们能够让你专注于特定肌群，而不需要太多的平衡和协调。这就像是有个隐形的健身教练在帮你把持重量，让你可以安心的对抗那些顽固的肌肉。此外，对于初学者或者康复者来说，机械训练提供了一个更安全、更容易控制的环境。那么，你应该选择哪一种呢？这就像是选择汉堡还是披萨一样。 答案是视情况而定。如果你是一位追求全面力量和功能性训练的勇士，那么自由重量无疑是你的盔甲和长剑。但如果你正在专注于雕塑某个顽固的肌肉群，或者你需要一个更加控制的环境来避免受伤，那么机械训练就像是你的个人雕塑工具箱。有趣的是，尽管科技不断进步，我们有了越来越多高科技的健身设备，但自由重量训练依然是许多健身爱好者的首选。 这就像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有些古老的智慧和经典的做法永远不会过时。毕竟，没有什么能比举起一个沉重的杠铃更让人感到原始的力量感。最后，不管你选择哪种训练方式，重要的是保持一致性，聆听你的身体，并享受那些让你汗流浃背、肌肉酸痛的美好时刻。毕竟，不管是自由重量还是机械训练，它们都是通往健康和强壮的道路上的好伙伴。所以， 拿起你的铁杠，或者调整你的机械座椅，开始你的健身冒险吧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运动动态平衡，提高协调与稳定性。当然，亲爱的学者们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话题——运动动态平衡。这不仅仅是站在瑜伽垫上做术式的问题，这是一场全身心的冒险，一场与地心引力的较量，一场在不同动作间寻找和谐的艺术。 首先，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动态平衡。动态平衡，顾名思义，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。这不像静态平衡那样，你只需要像一尊雕像一样静止不动。动态平衡要求你在移动中保持稳定，就像一位舞者在舞台上轻盈旋转，或者一位滑板高手在半管中飞翔。现在，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位优雅的体操运动员，你的任务是在平衡木上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动作。 这个木头比你的脚还窄，而且还在不停地嘲笑你。来吧，看看你能在我身上站多久。这时候，你的身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，每一块肌肉，每一个关节，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，不让你摔倒并且落得四脚朝天。要达到这种动态平衡，你需要几个关键元素：协调、反应速度、肌肉力量和一点点的魔法。好吧，也许不是魔法，但绝对需要一些心理集中力。 协调是让你的身体各部分和谐工作的能力，反应速度让你能够迅速调整动作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平衡挑战，肌肉力量则是提供动作所需的动力和支持。有趣的是，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叫做本体感觉的系统，它是我们的内部平衡传感器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。这个系统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超级英雄，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平衡。 但当我们试图在一条湿滑的木头上走路时，它也会迅速把我们拉回现实，提醒我们：嘿，你可不是蜘蛛人。现在，如果你想提高你的动态平衡，你可以进行一些特定的训练，比如单脚站立，然后慢慢的闭上眼睛，但请确保附近有人或某物可以抓住，以防万一。或者，你可以尝试一些功能性训练，比如用不稳定的表面，如波速球，进行深蹲。 这些训练不仅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强壮，还会让你的大脑更加敏锐。最后，记住保持动态平衡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就像人生一样，总是充满了起起落落。所以，当你在健身房里优雅的完成一个完美的单脚深蹲时，不要忘记微笑，因为你刚刚与地心引力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舞蹈，而且是你赢了。总结起来。 运动心率区间、自由重量与机械训练，以及运动动态平衡，都是我们在健身中常常遇到的问题。运动心率区间告诉我们，在什么状态下进行运动，但燃烧脂肪并不仅仅取决于心率区间。自由重量与机械训练各有优势，视目标和需求而定。运动动态平衡是保持在运动中的平衡，需要协调、反应速度和肌肉力量。最重要的是保持一致性。 并享受运动的乐趣。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你更喜欢哪种运动心率区间？你更偏爱自由重量还是机械训练？你如何提高动态平衡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